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三一神，照着他的心爱美意，为着他经纶最高的目的，正将他自己和他所拣选的人相互建造到彼此里面，好使他在基督里得着神性调和人性的一个构成，做他的生机体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成为他永远的彰显，并救赎之神与蒙赎之人相互的居所。这个奇妙珍宝构成的终极完成，乃是新耶路撒冷，直存到永远。这个